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到嚟特别篇 Red， 咁继续剧情啦。上次讲到咧，打呢一个嘅马志士吓，打呢个马志士啊，同埋咧拯救咗一大堆咧俾人绑架嘅精灵啦。依家咧就继续剧情啦。照道理嚟讲咧，呢个嘅枯叶镇咧应该就冇道馆嘅，冇道馆嘅，所以咧我哋就会向右手边行啦。我谂系，哦系啦，参加呢个单车 OK。咁呢度提一提咗我啊，上次咧呢一个嘅精灵协会嘅会长咧，俾咗张车飞俾我，啊，就答谢咧，因为咧我哋救咗佢只精灵，系佢只富迪啊，啊，所以咧就俾咗张单车券俾我哋。依家咧我哋就可以翻去拎单车啦，单车咪呢度啊，单车 OK。一个单车咁贵，圣安路先500蚊，你咁嘅烂单车点会咁贵啊？诶，我唔系有单车券嘅咩？啊，原来已经攞咗啦 ，OK。我哋而家有架单车啦，哇！呢架单车几有趣，向右嘅时候有啲奇怪个样，向下冇乜问题，向右怪怪地，那个姿势好似怪怪地啊！竟然冇办法走啲奇异种子，系咪因为速度太低嘅关系咧？明明我啲 level 同佢差唔多，又或者可能 level 唔够佢高啦。好嚟啦，单车比赛。所有参赛者咧注意各走各位，首先咧要感谢咧奇迹循环赞助咗呢个活动，呢一个咧十公里比赛系轻松嘅比赛，但系咧喺比赛接近尾声嘅时候做一小小嘅惊喜啊！哦，争啲咧就将佢咧话俾人听啦。好，第一个咧冲线咧就系胜利者，你啊，我赢得呢场比赛，车手刘易斯，车手史提文发梦啦、啊、你，兄弟唔好嘈啦，记得我哋系朋友嚟嘅，比赛开始。哇！我冇得喐嘅，点解呢个比赛？好，系咪真系比赛噶呢个？睇个款唔知系比赛喎。诶，系卡比兽喺度。嗯，点解有只咁大嘅石头挡喺中间？真系奇怪啦，咩事啊？卡比，哇，系卡比兽啊！呢个save先啊，我惊打死佢。点样可以？呢啲嘢点样可以咧？点解可以永远沉睡？点样做先可以令佢咧醒嚟？睇下啲人攻击佢，捉唔捉得嘅我都唔知喎。整个催眠粉佢，哎呀！有果实竟然咁黐线，再分哇唔系话用催眠，哎呀追打咁恶嘅，要用个泡沫光线先，又用嗰招技，捉唔捉到咧？睇下先，捉到喎，哎捉到啦，哎捉到只卡比兽，咁快捉到啊！睇一睇卡比兽先，卡比兽加工减货喎。可以话唔得嘅，其实不过都 OK 啦，主线嚟讲冇乜所谓啦。诶、欸，我会打败你赢得呢场比赛喎，都估到你班友唔会咁顺摊俾我赢。魔老风麻痹粉，哇，我都有啲危险，用比加超先。福德，哎呀，一针吉死咗。有啲咩技啊？水之波龙啊，有麻痹粉，黐线，要输啦，睇嚟呢度冇瞓觉添，仲呢只。科险啊，嚟个 ！Oh no， 要再见啦，睇嚟要输俾魔老风。哎呀，真系咧，个麻痹太麻烦啦。哇，中个笔喎呢度，唔使单车点解？我哋自己上翻车先，睇呢度有啲咩特别先。哎，有嘢执啊，超级球，荡失路啊！呢边呢度呢个系咪打噶？呢个都系。呢、這个唔系打嘅，呢啲草唔知道有咩咧？我、哦、普通重嘅，喂，哎呀，又冇晒啲血啦，俾你打到，只奇异草真系唔得，可能 level 太低啦，要将佢升一升咧好啲。魔老风我哋就用比加超打啦，直接电磁波先一嚟，福德，再福德，好波，大力蛙啦，跟住用泡沫光先，又麻痹。搞掂，系咪完啦 ？Oh no！ 我哋而家有个优胜者啦，保佑把靓仔。不过咧唔使担心，你有第二名咧可以获得二等奖太阳石、哦、日石。睇嚟咧单车坏咗都系抌咗佢啦。单车比赛篇章结束，吓、啊、咁快抌咗单车佢，哇真系、哦。OK， 睇嚟系根据佢特别编嘅剧情啊，其实系努力成为一名军沙小姐。你系话你喺度学习成？为一个警官啊，唔系我学习成为一个军沙小姐，有啲咁嘅剧情。自从我上次见到 Green 咧，已经两个礼拜，我想知道佢最近点。你想扮演 Green 吗？啊，有啲咁嘅嘢噶。我哋先留个 save 先，扮演一下。
支线篇章一章节两星期前。哇、哦，有啲咁嘅嘢嘅，特别篇咩而家可以玩埋佢嗰份，所以呢一度就系志愿镇啊，末人同埋咧逝者和睦相处嘅地方。好惊、哦，你咧火影狼得我哋买咗我哋嘅朋友啦，我哋嘅朋友 ，OK， 呢个咧已经系一个阴森嘅音乐啦，各位。如果你细个有玩 Pokemon 嘅话咧，你就会听到呢个阴森嘅音乐。诶、欸，呢度有啲咩意思啊？有只老鼠喺度嘅，好。我哋依家，诶，做咩呢个？嗯，一只多多。哦，你揾到我只多多，太感谢你啦！喂，多多咧变老啊，佢偶然咧好奇怪咁走开嘅，我好担心啊，唔好吓我啦。哇，原来你咧好面善喎，令我谂翻个老朋友大木雪城啊！诶、哎，大木雪城系大木雪城系阿、关东嗰个大木啊，我唔记得阿罗拉叫咩大木啦，我大木青鹿。你大木青鹿喎，系小茂叫咩我都唔记得。我早就睇得出咧，你两个相似嘅地方，你阿爷咧同我咧系老朋友咧，我自我介绍系富士老人啊，啊 Mr. Fuji。哎呀，点解咧要喺咁大嘅雨咧去讲嘢？我哋先匿一匿个暴风雨先啦。OK， 有啲特别啊，呢度开始已经我唔系好熟知嘅一啲剧情喺度。依家出面咧，而家落住大雨，你不如喺度休息晚啦。好多谢你，我谂我听日咧可以继续做我嘅嘢啦。冇张床噶，就咁喺张凳度瞓低啊。第二天，嗯，哦，醒啦，琴晚瞓得 OK 嘛，好好，多谢你款待。我瞓咗几耐？嗯，你多多咧？我多多咧，今朝早咧死咗啦。佢而家咧去咗更好嘅地方吓、啊，我陪俾你痛失所爱。冇事啊，多多咧安享晚年，好高兴咧陪佢到最后。O K 啊，点解你会嚟到紫苑镇啊？我呢度冇游客，冇训练家，我嚟买咗我只拉达嘅，佢喺圣安路受伤，我冇办法咧及时赶到精灵中心，而咧赶唔切啊！哦，太糟糕，系我嘅错啊，系我太任性咧，太过自信，唔理点讲咧，依家我嚟咧都系为咗咧将我只拉达老鼠仔咧撞喺呢个精灵嘅塔入面，冇入去啊！嗰度有幽灵啊，根本咩冇咩幽灵，但系呢个真嘅。你点都好啦，我要去咧陪葬啊，同时咧俾你知道咧根本冇幽灵呢一回事。OK， 系啦，咁咧大家喺呢一个剧情都讲到啦，就系咧佢要陪埋葬佢呢只嘅老鼠仔拉达，系啊，好，就喺呢一个圣安老号度受咗伤啦，所以咧就已经唔见咗啦啊，因为呢一个 Green 嘅问题啦。太过自信啦，太过自信啦，所以咧就讲唔切。诶、欸，我知道你系边个，你系嗰个老嘢嘅孙啊嘛，你玩完啦，要付出代价。点解你会喺度嘅又？我哋入去精灵塔啦，紫苑塔定乜嘢呢个叫做？好，好嬲喎！你都感觉到有啲唔对路啊！呢度系冇可能有幽灵，只有懦夫出嚟，你个懦夫。啊！篇章一结束，诶、欸。竟然系咁样啦，即系加插啲剧情入去喎。你有冇去过骨之群岛嗰度？好有咧，热带风情嘅。我唔系个好嘅训练师，所以将咧怪蛋送俾人。神秘嘅蛋，我要从事科学啊？咩蛋嚟啊？呢只咁有趣送蛋俾人？呢度系最好嘅精灵喺晚上出嚟，我系无中生有，暗度陈仓，凭空想象。咩鬼嘢嚟噶？哎呀，我中咗麻痹嘅，唔系话连续麻痹咗几多次啊？啱唔知两次定三次，有冇中心咧呢度？呢度好似冇中心喎。咦？呢、這个系咪休息嘅？哎呀，呢、這个钓鱼仔嚟喎。我有个花子嘅朋友咧，依家住喺真身镇。花子？边个系花子？咦？呢、這个系紫苑镇，紫苑墓地。咁紫苑镇？诶、欸，唔系喎，唔系呢度嚟。唔系同一个地方嚟喎，仲一日咧，我都会嚟谂呢一日嘅。你想要做啲咩啊？唉，忘记啦，我太攰啦。嚟呢度咧耗尽我精灵，你点多只系咧探望我死去嘅鬼师，鬼师都会死。系咯，鬼师都会死，呢、這个真系有啲出奇喎。男神，你系男神。好耐以前咧，雨底咧，你我出世之时喺呢个地区咧，曾经系个古城，突然一夜之间，成个城咧被人毁灭，过咗一段时间。整个区域咧，随后咧被改建成墓地，系啲咩摧毁咗呢个城市？冇人得知。石头上有啲咩字嚟噶？
好多年嚟咧，历史学家一直咧试图破解呢啲文字，但系至今咧冇人可以破解到。支线篇章远古精灵，上面有啲奇怪字迹，黑暗遗迹，黑暗遗迹，但系冇人讲嘢喎。索菲，我呢一世做咗一啲咧唔少违逆嘅选择，但系冇讲到系咩啊？呢个咧，阿妈，好挂住你啊！你嚟呢啲墓地做咩啊？我系嚟陪花子嘅。边个嚟噶？多谢梅拉，我谂好咧，我要翻去呢一个纯白阵。你确定花子足够啦，梅拉？你都嚟咗啊！我高兴见到你花子。你嘅礼貌咧，你应该叫花子女士。哦，唔好意思，花子女士，哈哈，冇关系。呢度咁似小智阿妈嘅梅拉，我哋嚟咗之前，我要同克里夫讲声再见。可怜嘅花子，亲密嘅人都离去，佢个丈夫Peter 死咗，真系可惜。佢又靓仔又有魅力。点解你会讲得出呢啲嘢？而且对佢嘅朋友同屋企人好好。我记得每当我见到花子同 Peter 一齐嘅时候，我真系好妒忌，因为佢总系好开心，但好事唔会长久。我仲惊花子听到咧 Peter 死于战争个消息，佢喊咗又喊，最终佢停止咗哭泣，但之后就冇笑过啦。至少唔系同样嘅方式，你可以感受到佢微笑背后嘅痛苦。花子女士唔系仲有个仔咩？妈，系时候要走啦，照顾好你自己，你阿妈叫。啲人会讲啲咁嘅嘢噶，又靓仔，我有掘坟墓喎，咩话？你好奇怪喎，我系个有需求嘅摊商，咩话？已经放过佢，即刻攞精灵教训佢啦。钓鱼需要好多耐性。哎呀，你鲤鱼王都打唔赢啦，就嚟定身术。OK， 打三咧，六个金鱼，空手平。哎呀，黐线又晕又麻。呢个地方佢唔系。精灵中心，精灵中心喺边啊？我要堕晒月亮嚟惩罚你，失林闹。保护光线，麻痹咗两次啊嘛！啊，咁大雨嘅，我终于揾到个避雨嘅地方啦。紫渊镇系咪？啊，唔好意思，哼！天啊，呢度到底系紫渊镇定系孤立镇？我要即刻揾个地方咧避雨。好。OK 啦，我哋嚟到劇情啦，呢一个紫渊镇嘅劇情，你可唔可以喺度留一阵啊？唔得，点解啊？咩话？你当呢个咩啊？一间旅馆，呢个精灵中心，要一系咧医好你嘅精灵，一系就走。吓、啊，咁我医我嘅精灵啦，搞错啊！我系玩阿富士老人咧，一阵间，连商店都系用紧紫渊镇嘅音乐啊！呢度有个秃头嘅阿伯，你知唔知咧？每年粮食浪费2000亿。我国冇浪费2000亿，堆个道具，道具剩饭每回合咧回血你嘅精，回血你嘅血量，回你嘅血量。我系呢一个招式教学狂，俾我两个小蘑菇，我会帮你重新习得招式。哇，中笔，冇出事啊，大佬。我仔咧体重加咗好多，睇嚟佢真系咧需要一啲做运动啊。护士老人咧？水手喎、啊，你有冇见过格雷格？佢住喺枯叶市，冇乜印象。自从捉咗狗尾嘅尾巴之后，一直做发恶梦。梦入面咧，我仲系只紧鬼嚟嘅添。呢个唔系好梦嚟咩？系咪呢度啊，富士老人？唔好意思，打搅晒，请问可唔可以喺度咧留到停雨啊？梗系可以啦，几个钟头啊！多谢你，你知道啊，好感激你咧，竟然咧可以俾我咧住喺你屋企。真相其他人都好粗鲁。你度嘅人咧，成为咗自己恐惧嘅奴隶啊！跟我嚟啦，可唔可以问下你又做咩？我真系向我多多咧表达敬意，佢咧生存咗好耐，但佢最后咧都系咧迎来呢一日啊！我都想表达我嘅敬意。多谢你，你都中意精灵啊？系啊 ，Sir， 你叫咩名啊？哦，等等先，你可以叫我咧 ，Mr. Fuji。多年嚟咧，呢一个镇咧系死嘅精灵嘅聚集地啊，为咗纪念我啲灵魂，一个咧安息嘅地方。紫渊镇咧成为咗紫渊镇嘅人咧建立咗精灵嘅塔。你讲个座塔系墓地，如果系墓地，咁你点解唔将个多多嘅墓碑建喺入面？啊，问题系咧最近咧出现咗幽灵，冇人够胆咧行紧个塔啊！幽灵，你话幽灵啊？你亲眼见到咧恐惧，佢哋咧变得咁惊咧鬼魂，以致咧忘记咗点样相互信任啊！佢哋甚至一系唔会同陌生人咧进行啲眼神嘅交流。我只是想俾我多多一个安息嘅地方，而唔系呢种咧呢啲咁嘅咩辣椒小巷系乜鬼嘢？
有幽灵真定假？你讲嘢方式就好似我见过一个 green 嘅僆仔 ，green， 你知道？系啊，佢我劲敌嚟嘅，佢而家喺边啊？啊，早排嘅时候咧，佢咧喺我唔见咗只多多嘅时候咧经过，就好似你一样。当我话俾你听咧，佢一笑置之，然后走入塔。佢以为会证明我哋错，但系嗰个已经系两个礼拜嘅事。所以 green 失踪咗，嗰条友咧个性可能需要咧改正一下。但系作为一个训练师，佢都系几犀利。佢咧唔系一个好嘢嘅人。究竟系啲咩咧令佢两个礼拜都冇动静咧？嗰座塔真系会有幽灵现身，我要去调查清楚。啲分镜做得唔错，真系几好睇。啲剧情真系咧，我究竟可以入去回血未啊？需要治疗啊！哇，好过我呢个乔伊，将你精力牛放喺台上，然后吞后。带咗你精力走啊！你个垃圾，哇，俾人话垃圾好惨。好啦，今集时间玩住咁多先啦啊！呢、這、一个嘅剧情都真系几吸引我去玩嘅，特别偏 red 嘅话，同埋佢都新增咗啲嘢啦，就系阿 Green 加插咗少少阿 Green 嘅剧情啦。虽然就冇暂时未有阿 Green 嘅即系需要打斗嘅剧情啦，但系都几特别。好，今集时间嚟到先，我哋下集再见。